右侧前额痛啊，右侧前额脑袋里边痛啊，前额附近的脑袋里边痛。嗯，看他天上飞点啊，慢慢下来了啊，慢慢下来了啊，再仔细一看，好像是这边有飞点下来，那边有那个摩天轮一样的啊，上面挂满了飞碟啊，挂满了飞碟啊，挂满了飞碟啊，挂满了飞碟哦，这边个飞碟过来是准备起那个挂在上面的那个水的啊，想起那个挂在上面的水啊，它这个飞碟可以装得下四个飞碟，四个容器里边装的水啊，相当于四倍的量，在上面等着啊，等待着。等待那个里边的水啊转移到他的肺里里边啊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我看到那个机械手啊，就把那个像吊篮一样的那个取下来啊，倒到那边一个肺里边，然后把空的就放到摩天轮上，然后从摩天轮再取下一个篮子啊，实际上也是肺啊，装到那个大的肺里边，水啊啊空的又装回去了，然后另外。一个篮子也过来了，那个机械手啊，也给水啊装到那个肺里里了，然后空的又装回去了，然后第四个啊、又装了一下，装到那个肺里里边，然后空的篮子装回去了啊，四个，相当于四桶水装在一个大桶里边啊，然后这个肺里就废走了啊，送出去了。啊，原来是这么一个程序啊，这么一个过程，哦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。原来我刚才看到的是，是外面的肺也怎么来取水？前面讲的是，那个篮子自己啊，由机械手送到那壶里边，啊，这个是主动来取水的肺点啊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